好嘞，拜了。现在就去了。回来比较早哦。他是说下个礼拜。对。他是回来这边差不多六七点。哦，对啊，下个礼拜六七点。等一下就到了。你们弄久开啊？有啊，这边等一下排就可以了。等一下可以吗？过去这个桥下面不行，那边等一下。去前面等。对，等一下他们如果到转的时候，赶快过去。在这个墙下面，你往前有住家这个的时候，拿一下就好。